谢谢，Go Go Go！在叫你宋承宪，哎，对啊，宋承宪，我就差很多，他们一直叫袁彬，差很多。不是吧？他们是叫你金彬吧？袁彬的神经病呢、啊？开玩笑。没，后来有改了，因为我长比较高嘛，叫我车轮表。哦。然后后来叫错了，他叫我车轮饼。喂，叫车轮表。我最近这个寒风非常的激烈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正常正常，我们台湾的要加油了，对对对，现在欢迎我们今天来宾呐、啊，欢迎我们的赵志强先生。哟，天使摩飞哥，大家好。对啊，还有我们这个谭爱珍姐姐。这个要介绍一下，是新人的、啊，对对对，欧阳家宏应该是新人，新人，是因为放暑假。哦哦，放暑假的新人呐、啊，对，哪家公司的新人？哪家唱片公司？哎、欸，这是谭爱珍姐姐的宝贝呀、啊！哎呦，好漂亮哦！对呀、啊，有没有？现在没有想到了，你看哈、哦，爱珍姐她有没有经纪公司？没有哈、哦。没有，还没有啊！没，宪哥，快宪哥要签了，演偶像，宪哥要签一下，错，偶像剧，他这个演偶像剧应该相当不错。对，爱珍姐给宪哥经纪，我也要演啊啊！没有，因为我们是偶像剧，有啦有啦，爱珍姐可以啊啊，偶像剧啊，那个董事长，偶像剧有妈妈也有朋友啊，我演那个呕吐的对象也可以吧？我们现在最近有这个《流星花园》蛮厉害，真的吗？女儿哥来演那个，跟你演那一部，可以演《流星花园》好，哎，《下流花园》对对。啊，不要了，下流的、啊、我来跟他演好了。那谁很厉害了？等一下，你们要当评审啊，好不好？那嘉宏将来有没有想说投入演艺圈？嗯，目前没这个兴趣。有这个妈咪罩住你，我告诉你，你想不红都难，好吧？想投入演艺圈来啊，那你能够唱唱歌啊，不要搞得人不人狗不狗的。喂，你讲什么？啊，天使魔鬼狗啊！哎，人家现在是儿童天王哎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他是等于是小朋友的最爱。对呀、啊，好吧。对呀、啊，那等一下就出来跳个舞好了，要不要？现在来，要不要？来，来，小朋友一起来做动作。哎呦！哦，好灵活，好灵活。了解你跳舞很喘的心情，有没有对，因为他会第一
啊，算了，没有没有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有看到油吗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真的辛苦哎、欸。对对对，要打歌啊，只不过这个歌真的很受欢迎，拿回家给我们家小朋友一听呢、啊，太有爱死啦。对呀、啊，太好了，他后来才知道拿错片。对，哎，哇，是你的那一张。本来是要拿永保安、啊，他现在不听我的，听你的。天使魔鬼狗，好可爱，好加油，小朋友，好吧，为小朋友这个增加一点他们生活乐趣。谢谢谢谢谢谢，赵志强先生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哎，谢谢全国奶奶。好，来，小朋友全部五个，通通有，起立，起立。Stand up, please. OK, everyone, stand up, stand up. Yeah,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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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Stand here, stand here. OK, OK, OK. 在里面先来一个那个早操，好不好？好，预备。那后面的朋友举起你的手来，一起来，预备 ，Go。来，手举高。第一位徐敏琪哦，好可爱哦，来，好可爱、哦，这边来，有，叫什么名字？小美女，有打开了。徐敏琪，我厉害，还先看看麦克风有没有开呢？哈、哦，来，啊，你几岁？我6岁，6岁、啊，你念几年级？我1年级。你有没有弟弟妹妹？我只有妹，我只有一个小孩，两个妹妹。喂，那小孩不是你亲生的吧？哎哎哎，是有一个小孩，两个妹妹，两个妹妹啦，哈哈哈，你真鸡婆！有爸爸妈妈带你来的吗？我妈妈。妈妈，妈妈，比较喜欢爸爸还是妈妈？还是吴宗宪？吴宗宪。嘿嘿嘿。哇呀，你真聪明，我最爱你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那、啊、你今天你要表演什么？我要表演李彩华。李彩华、哦，是吗？你不是要表演那个不得了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做得好还不如那是陈慧琳呢。啊，我知道你要表演李彩华的好朋友陈慧琳的歌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对哈、哦。是吧？对对对。怎么是吧？对对对。哦，你最可爱，好漂亮哦。嘿嘿嘿。长大嫁给我好不好？不要！为、哦、什么不要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喂，好紧张哦！关你什么事？他一直在好像被你骗的感觉。喂，他完全被你骗。谭姐姐，被催眠了，被催眠了。什么不要？你管你的流浪狗就好，你管我们。好，他最可爱了，好，那就来表演啦哈、哦！不得了，李彩华就李彩华，随便你啊、哦。好，哎，一需要麦克风，不用，好、哦，直接来，预备，预备。哇哦，这位小朋友要模仿着陈慧琳的不得了哎，这歌真的是不得了哦，非常的动感吓人呢、啊。小朋友的模仿相似度会有多高呢？哦，曹慧如小姐哦，厉害了，这个厉害了，有慧如小姐，好可爱哦，来这边，你好，电视机在那里？你好，好，你好，你几岁了？慧如，啊，六岁呀、啊，六岁，妈妈是哪里人？妈妈，台湾人啊。妈妈是哪里人？爸爸是台湾人，对不对？妈妈是哥斯达黎加人，对对 对, 对，对不对？哦，那、啊、你念几年级？啊？嗯？几年级？你有没有念书？
大班。大班。哦，大班呢、啊？刚刚讲话那位是妈妈是吧？不是。哦，他是哥哥啊。哥哥啦。哦、哥哥怎么会梳一个欧巴桑的头？没有。是，我还以为是妈妈呢。好啊，你今天要表演什么？两只老虎。哦，这个厉害 哦，而且它是各国的语言、哦、他唱三国的，好，这样来来，第一国两只老虎一辈子，这个不用拿，啊，带这个，这个有没有声音？来试一下，你讲话。这个没有声音。哦哦，有没有？有的，啊、哦，有的，有就 来，这个没有声音，一辈七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。跳江没有？好，来，再来英文的英文 family 哦 ，Father Mother 洗澡 ，Father Grandmother Grandmother Baby and me。哦，拍听，嗯，拍听，好，再来，把西班牙语，西班牙语 ，La Cucaracha， 来 ，La Cucaracha， 哎呦 ，La Cucaracha， La Cucaracha， Ya lo puedo caminar，Cuando son tan grandes tienen。好可爱，谁教你的？谁教你的？妈妈，妈妈，妈妈教你西班牙文呢，爸爸教你讲中文，对不对？好，有没有？对，对好对，回去就好。谢谢，谢谢你。再是第三一位，蔡奇。哦，蔡奇，快哦耶，哦耶，哦哦哦耶，哦哦哦耶，小帅哥，小帅哥，小帅哥，蔡奇几岁？七岁啊，哦哦，七岁啊，那你就是七年前生的咯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这个很简单，你那小朋友很小很可爱啊，你有没有弟弟妹妹？我只有两个妹妹。只有两个妹妹，只有两个妹妹，两个就还只有我有两个妹妹啊，妹妹乖不乖？你常不常扁他们？常啊，你会打他们啊？不可以啊，妹妹只有两个，你要爱护他们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好不好？不可以打他们、啊，好好好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今天要表演什么？啊？鼠来宝还有，没关系，你要呼吸啊，你不要不呼吸、欸，慢慢讲。鼠来宝还有，慢慢讲，不要那么惊嘛，要慢慢讲，慢慢讲，呼吸来跟我，来，对对对对，一边气呼吸。好好好，好来，鼠来宝，先鼠来宝，鼠来宝，介绍自己，先鼠来宝，来，鼠来宝，来，这几个都跟你讲，鼠来宝，好，来一边，一边七。我的名字叫蔡奇，今年要读一年级，哦，一年级，长长的带六条，哎呀，不乖哦，可是聪明又帅，哎，自己想的。今天来到贵宝地，买了个说个故事给你听。昨天天气真正乱讲，下雨，心情愉快，上大哎呦，掉到马桶，铃都电话响起来，哎呦，叫人春梦不应该，哎呀，慌慌张张打开盖，哎呀，扑通一声掉下来，哎呀，一把屎啊，一把尿，那个给通通握在手机上，手机上。哎呦，好，哎，厉害！谁教你？谁教你？这谁教你？怎么会哈、啊？妈妈。妈妈哦，妈妈的经验是吧？哦，手机掉到马桶里面，这算什么呢？我还曾经呢、啊，把家里面的一把牙刷，嘿，通通掉到马桶里面。哎呦，那你怎么办？哎，我隔天我还是照刷不误、啊，因为掉的那个同时，我正在刷牙。Oh, 所以只有我那一只没掉，其他人全进去了，太棒了！好，第二个要表演什么？模仿任贤齐呀。对面的女孩。对面的女孩，来，我帮你拿这个，来来来，
哇哦，这位小朋友他模仿的是亚洲铁人任贤齐哟。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不知道他唱完之后女孩会不会看过来呢？看过来，这个表演很精彩，请不要假装不睬。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。哎呀，妈妈真紧张啊，对，很可爱。我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。我想了又想，我猜了又猜，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。掌声鼓励。好了，谢谢。好，来来，下一位，第四一位，他叫做赖建廷。哦，呦呦呦，欢迎来建廷，来来来来来，麦克风呢？不要怕，不要怕哈，建廷要勇敢，来，好厉害，嘿嘿，哦，哎阿阿阿阿更加咖呢，哎呀，因为他表演体操裤子，你有表演体操哦，哇，你学体操学多久了？很久，很久啊，有没有十年？喂，他才几岁？你几岁啊？五岁半，那很小呢。你有没有很多好朋友？你的好朋友叫什么名字？对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没有，只有一个。很多叫做一个啊。好啊，你跟他为什么最好？坐在你旁边，对不对？嗯。啊，真的好好啊，很乖啊。谁陪你来？妈妈。妈妈，啊，爸爸在做什么？去上班，爸爸去上班啊！好啊，你要表演这个在地板上前滚翻，对不对？后滚翻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来试试看，来，掌声给他鼓励，哟！哎，好厉害啊！来，前滚翻，预备，起，开始！哎呦，成功哎，好厉害！他才五岁半呢，对吧？来来，呼啦圈，这个先撤走。不，他站在上面也要呼啦圈，真的吗？很厉害啊！是没有了，他跳呼啦圈呢、啊，跳呼啦圈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要先撤走一下。哦，跳呼啦圈，哇，这个厉害了！来，我有。对对啊，我帮你拿着，你跳，对不对？好来。来，好厉害！这小朋友如果可以练到这，喂，那么高怎么跳 ？What you doing？ 啊！会给不用，要多高？多高？这样可以吧？这样好不好？这样，我帮你拿。哦，哎呦，好厉害哦！好了，再高一点点，再高一点点哈。那边冲，我从旁边过去就好了。还是从那边跳？哎，对，这样，好，唱就好了，唱。感觉好像在海洋世界哦。嘿嘿，哎呦，厉害，好了，不错，很厉害。再来是要那个倒立前滚翻呐。倒立前滚，倒立前滚翻，来，请准备，预备，起，嘿，再来，慢慢来，倒立前滚，哎呦，哎，有倒立耶，有倒立，有，好厉害哦，侧翻，哎，很漂亮，哎，桥行走，来，就是下腰，桥行走。桥行走，好棒！哎呦，哇啊！表演这个内裤要穿紧一点的，对，要不然这边是全看到了啊。你都看差不多啊，这么小，你有什么好看？好，掌声鼓励！哟，哎呦，很棒哦，将来当体操选手。对呀，好，回去做。谢谢。再来是五号小朋友于耀安。哟吼！哎，哇，小美人呢？哦，长好漂亮！你几岁？八岁啊！哇，现在是国小一年级、二年级，升二年级哦！哇，你弹钢琴弹几年呢、啊？二年啊，弹二年哦。念几年级？二年级，弹钢琴弹几年？二年，两年还是二年？
两年嘛，对对对，你很漂亮，有没有人在追你啊？没有，哦，还太小这边哈，对啊，好好，啊，你要表演弹 keyboard， 弹 keyboard， 再来，再来，哟，好，准备了哈 ，Beauty and the Beast， 好呀。下个礼拜这个时间有没有空？有没有空再来啊？我们就发你来好不好？最近要换乐队啊！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他长得又丑，哎呦喂喂喂喂，好可爱，最棒了！掌声再给他们鼓励一下，大家一起来了，来来来，喊麦克姐，来回去。今天小鹏的这个才艺，你给我们讲一下，讲一下怎么样？哦，这每一个都是真的是各有千秋哈。那么我看到这个五号的，真的好像我女儿小的时候很有气质，可是我女儿小的时候是这种样子，但是一开口就是耍宝的鼠来宝。欧阳姐姐，你讲一下。因为我觉得看到这所有小孩子，我觉得我想说真的啊，时代变了。你会不会想生小孩？我觉得没有生小孩之后还要把他教育，教育到这么多才多艺，对呀，太辛苦了。赵志强，每个都好可爱，每个都好可爱。四号那个体育不错，我觉得。真的，小的时候我也很像你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马上来看看小朋友的大考验哦。小朋友大考验，人小胆大篇，来。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人小胆大，每一位参赛的小朋友需要将栅栏内的所有小猪系上铃铛，顺利完成即为挑战成功。哦，来一号，一号妹妹，好，好可爱，很简单哦。这里有四个铃铛，对对对，那你跑去把它挂在猪的脖子上面，全部套在它的脖子。等一下，妹妹，等一下，一起拿去，一起拿，你四个一起拿哈，啊，每一只上面脖子上面都要套哈，好好，一百七。哎，小心哦，小心，小心，慢慢来，他才不会跑。慢慢来，不要急啊、哦。慢慢来，嘿。妹妹，我教你，你那个铃铛不要全部拿在手上，挂在栏杆上。我先拿一个来，来，对，拿一个，对，先拿一个，拿一个，轻轻的啊、哦，用一只手，用一只手套。对，从鼻子那里套进去，顶上去了都。第一个比较吃亏，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猪还没有适应。这个猪从来就不会适应。到第五个它就适应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哎，到旁边。从鼻子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来啊，二号妹妹，来，哎 ，Nono， 你帮她抱一下，穿裙子给蓝乖怎么办？来，抬进去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抱进去啊！好，一百，一百七。套上去。
轻轻的走过去，然后从鼻子一套，从鼻子。哎，他跟猪做朋友蛮好的哈、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失败了。好，好来，是你，好棒哦！好，来啊，下一位，好，三号哦，小帅哥，我觉得你最有希望了，蔡奇，好，哦，这个小心哦，进去小心。好，预备，去。好，小南。哦，今天马上抽了。哦，这不得惊哎，会打了。哎，一个，来。规大个弄弄的，轻一点，轻轻的就套上去。都不得个行呢，你不要用赶的，哎，是有，再来，哦，规大个弄红牌哦，哇，这个跟我儿子是差不多的，哎，他有希望哦，他已经套上两个了，三个了，等于三个了，第三个，哇，好猛，慢慢来，你慢慢来。哦，要求恁囝来安尼啊！慢慢的。哦，我喜欢看他跑。好了，掌声鼓励。谢谢，好厉害厉害。哎，帮我们说好。哎，谢谢，小心啊。好，再来是四号。好，小心。哎，哦，小心。喂。你们挑出去穿雷残呢？来四号，请准备。备去。啊，刚才忘记叫他跳跃式滚翻这样。哦。慢慢的哈。不要很斯文哦。哎，对，这样动作快一点。你接近鼻子的时候动作快一点。吴宗宪，你跑进去干嘛？哦，那只很聪明。后面那只，这只。哇！那只黑白花豹聪明。失败。哎，谢谢。换我试试看好了啊。小心。换我试试看好了。好来。是不是要慢一点呢？我来试。对，哎，很慢。因为猪人怕出名，猪怕快。很慢。很慢，他以为你是 slow motion， 慢一点，手慢慢过去，慢，靠近鼻子的时候就快一点，慢，很慢，不用怕，小猪不用怕，这个时候就动作快，哎，自由，哎，不错哦，不用怕哈，好嘞，五号妹妹，因为是小淑女，我们要帮她一下，你帮她忙，来，她的裙子会很难进来，这样 no 叔叔抱你，好，抱进去哈 ，OK， 好，来。一个给你套就好，一个就好。轻轻的哦。哎呦，你这声音很猛嘞！哎呦，这个熟女，我第一个用手就，哎呦，你在打铁没哦？我跟想象一样哦，东鬼抓低哦。哦，可怜，你动作一下低是黑白颜色的东西 ，piano。哦，卡乔蕊呢？哦，妈妈，请你把玻璃。哦，套上去了呢，哎。他套上去了呢，他套上去了，好厉害！他真的套上了，这个是掉下来的，慢慢来，你一定可以，慢慢的，好，哎，厉害哦，这应该算嘛哈，好，好厉害，哎，很棒哎哈，来，谢谢，哪一位表现最好？哇，这位让我们大出啊所料哦，原来他。看起来一定不敢的，没想到这么悍。他今天要是没有穿这么长的裙子，每一只他都套上。哦，可能没有，他先抓过来打昏了。对，套上去。哦，好厉害。哦，喜红呢？啊，嘉红呢？喜红，喜都要喜红啦。喜嘞。哎呀，我看少看一个力嘛，这不是变喜红吗？太不得了。因为我觉得第一位妹妹比较可惜是她。他胆子很大，我觉得看得出来。可他因为他第一个嘛，所以还没有诀窍，而且猪也比较会。对啊，小很可爱啊。妈咪呢？我觉得那只黑白花表现最好。真的吗？因为他看得出来他的个性，他卡跳。对啊，这四只猪里面他比较聪明。原来猪会吃这一招掩耳盗铃啊。
那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个单元啊，好吧，欸，小朋友说一起来比赛，你再给他们评判一下。对 对，头好壮壮，哟，好，等一下，火车走啊，一杯，那就吃这个就对，还没，哇，你去干，八道腰哈，来哈，这个你就吃这个就好了哈，哦，来，等一下哈。一边，你的蛋糕在这里哈。一边，火车走了，开始。吃蛋糕，快，快吃到别的，赶快吃。快点，就气球，拿起来。哦，时间很充裕，不用怕。摆上去，赶快，好，回去吃蛋糕，赶快吃蛋糕，快点，吃快一点，救气球，赶快，哎呦，冲了我，我车脱轨了，快点，放着，姐姐放着，赶快，没关系，快点吃蛋糕，救气球，快点。快！好，快点！哇，脸都花了，吃大口一点。拿起来。好，放着，快点，姐姐，快一点，讨厌，吃蛋糕，快一点，大口吃。你吃那么一口啊？好，时间到。停啊！火车也出轨了，好，绕链，好，好，相当不错。第二位，邀请第二位来 ，I come here, honey， 哎，啊，哥上去唱啊，你，妈妈不敢了啊，来，小心啊，好。好，那你站在上面，你要指挥他。已经开始吃了，小心。没关系，不要理他，就让他吃。哎呀，已经开始。好，我看他要吃多久。好可爱。哎，还没开始呢，你已经偷吃人家蛋糕了。他不管你了，他继续吃。先不要吃啊，哥哥会讲中文，太好了。预备，火车走了就可以吃了。预备，去。快吃，大口一点。要吃完一块蛋糕哦，再大口一点，还算过关。先吃，还没，不用怕，赶快吃，吃这个就要怕了。哇，你今天差一点点。好，快点，快回来，吃，你不要管火车，吃，快吃。他也是三心两意型的。哦，夹个鬼月饼。快回来，赶快回来吃，快！快点！哦，你看他好严肃啊，吃大口一点，不要怕，他不理你，赶快吃，他会自己看，好，赶快吃，不要管火车，哎，两轮在外面也能跑，哎，太厉害，你看那个火车多厉害，有两轮在外面还继续前进，有没有？哎，他还要拿酒，啊！火车怎么样？啊？什么？把气球弄化。相信你是圣诞老公公。好，三号，欢迎三号，请准备。你吃这一块哈。哇，这个一定很猛。过来，这个一定很厉害哦。对，这个来过来这边。啊，妈妈要来啊，妈妈来当指挥啊。哎，你们两个穿母女装好可爱哈！母女对啊，你会不会讲啊？情侣装，情侣装讲错，你们两个穿妇女装啊！啊，预备，火车前进就开始，预备，去！赶快吃！赶快吃！哎，不行！赶快吃，快，先吃，不要理他，还可以，赶快吞下去，要吞下去，这停！
错。好，来来来，再来是四号妈妈，还有我们体操宝宝。哦，吃个一脸跟长白胡子一样。好，来，体操宝宝一定很厉害哦。真的、哦、啊。好，你准备了，那你吃这一块。预备，吃！赶快吃，赶快吃。赶快吃，不要怕。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再一口，还可以再吃，再吃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再一口，再一口。快去吃！赶快吃，赶快吃。吃不下了，全部塞在嘴巴里。对呀、啊。他没有吞下去。好，时间到。哎，厉害厉害！哦，有尽力了，好棒啊，好棒啊！尽力尽力就好了，好吧？来，欢迎五号，嘿嘿，哎，小熟女绝对没问题，因为看过刚刚她抓猪的状态啊。对。哎呀，我们为那些猪感到这个非常的恐怖。来来来，五号站到这边啊，来，那你吃这一块，对，请准备了啊，妈妈要给她指挥，哎，妈妈。慢慢呀，送我一个麦克风，来哈、哦，你是妈妈吗？奶奶。啊，叫妈妈已经叫一整集了，连反应都没有。我心里想才想说老棒生猪了喂。好，你是阿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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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是好年轻哦。奶奶就好年轻，阿哥都穿这 Hello Kitty 的颜色，这样啊。啊，你要跟他指挥了，哈，平常都你在带吗？对，都是我在带，就够准哦。对啊，哦，就乖哦，爱不释手哈、哦，有很掌上明珠啊，对啊，哈、啊哦，厉害厉害，什么宫上面的龙队，刚才一坨大便哈、啊，预备啦，预备，我别讲哈，我别讲，好，预备，到位啦，预备，预备，我等你塞干饭，我去塞干饭，去，来，赶快吃蛋糕，快快，拿起来吃，哦、用力吃，哎，你才吃一口啊，再吃啊，快快，快。不要急啊、哦！好，是哟。你干嘛这样子对他？比较困的，干扰他。抽不破，有没有看啊？哎，这个就厉害了，好，相当不错。我们现在呢，三位评审老师呢，他们要好好来颁奖一下了。咱们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商量一下，到底给出什么奖呢？请研究一下。哟哟。好，时间到。好，来，那么有几个奖项，多才多艺奖当然是颁发给最有才艺的。多才多艺奖是哪一位呢？请给奖。来，上面都有。那我先吗？对，我最年轻，年轻的先。多才多艺奖、哦，滑雪的哦，滑雪的这一次很可爱。多才多艺是。对。哎呦。就是那个蛋糕吃最多的那个，哦，厉害了，那应该是一号哦。不对，对，那肯定是二号，也不对，应该是四号吧，也不对，难道是五号喽？答对了，哦，是啊，来，哇，又会抓猪，又会繁殖，哎，我跟你讲哈，为什么？来，我要去他那边拿吗？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啊？对，不只是你会弹钢琴哦，真的啊，我告诉你哦，快啊，我们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小宝宝，这个女孩哦，她真的看得出来很沉稳哎，沉稳，非常的稳定，长大不得了。所以说学乐器的小孩哦，应该会个性会比较稳定，稳定度比较高。对，所以你看她反应都很稳，对不对？对，看嘛。来，嘉宏，轮到你来给奖了，人小胆大奖。好，我来给个人小胆大奖。请给奖。人小谁胆子最大？谁刚抓猪的时候最猛？谁呀、啊？谁？自己举手，谁最猛？小帅哥，要不要举手？明明就知道是你啊！哦，皮卡丘，皮卡丘，头好壮壮奖。
赵自强。哦啊，赵自强自己得奖啊，来你来颁奖，来来颁给谁？当然是刚才这个体育啊，体操体操选手，国家代表队，头好撞撞奖，咸蛋超人耶！好、yeah 啊、来来来，非常鼓吹奖，好开心。强强，你再颁个非常鼓吹吧，非常鼓吹，非常鼓吹，非常高追哈，非常高追哈，英雄高追。哦，对对 对, 对, 对，哦，他很可爱哦，很可爱、啊。他从头到尾呢，表情都是用一号的，真的。对，哎，没有什么表情。很辣，我觉得他好辣，小辣妹哦。从头酷到底哦，酷到底哦。那就是那一位八字眉的那一位啦，倒八字眉。最辣的那个。在笑，在笑，就是你那个是笑吗？笑得很尴尬。再来是我们的有梦你会红奖，请我们谭奈珍姐姐为我们颁发。现在，哎，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个妹妹没有笑容，然后有点无助，她以为她没有奖哎，啊，不知道这里面哪一个人有唱一支歌是两只老虎的啊？咦，还会唱《拉古嘎拉恰》啊？两只，人家小时候都唱两只老虎跑得快，上面坐着老太太。对。谢谢他们，来五个小朋友通通站起来，起来，来我们所有小朋友一起站起来，预备，好了 ，one two three four， 来手，龙卷风。谢谢他们，也要谢谢我们谭爱珍姐姐、欧阳家宏，还有我们赵自强、天使魔鬼狗。也谢谢我们安在旭，谢谢谢谢宋承宪，谢谢又又，谢谢。别忘了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，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。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？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。